咁而家咧，我哋就將會換最後呢兩支300B 主角啊。有冇特別稱號嘅？喺呢兩支大膽嚟講，其實叫300B 啦，佢個型號。咁佢就係 output 膽。呢個 dry 化細嘅，呢個就係整流膽。咁呢個就冇分嘅。呢個就 output 膽，即係 output 膽，輸出膽。係啦，係啦，輸出膽。嗱，呢支就是新貨嚟嘅。咁而家我哋換一支咧，一九幾年出廠嘅。1948年。一九四八年出廠嘅西電。係啦。真係古董啦嚇。七十幾年歷史，係因為如果再早期啲嗰啲咧，你揾到咧未必揾到係一對係 match 咁之類啦嚇，咁咪可能單支。玩呢個遊戲真係好小心。咁你嗰啲整流膽而家現貨，但係出賣幾多錢到咧？鄭華，而家整流膽咧，因為呢隻西電嘅274B 刻字咧，其實佢哋其實有兩期嘅，但係好多人都唔識得分噶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通常一個價錢咧，大概係$2,000到啦，一支嚇。$2,000到啦。咁但係當然，其實識睇嗰啲咧，又睇到如果係早期啲嗰啲，其實應該$16到一支，要再值錢啲嘅。咁但係就你買嗰時候幾多年前？幾多錢咧？如果我最初買呢啲嗰時咧，大概係$3,000港紙一支啦，嚇，係咯嚇，五倍啊，升咗。係 ，OK。呢支300B 咧就係黑字版嚟嘅。呢個係印字版。印字版係啦，都係40年代㗎啦。係四八年嘅。四八年嘅。嗰個就係仲早啲嘅。黑字版通常黑字版再早啲，都係40年代嘅，因為40年代之前未有嘅。300B 係啦，冇錯。40年代之前係有，佢就有黑字版咯。不過我就冇攞到一對嚟，咁我只係攞咗一支嚟俾你參考下啦嚇。呢支就係啦，再早啲嘅，早過40年嘅。係啦，咁即係咩年代到咧？大約應該一定係1948年之前啦。第一就咁，通常我哋大概估佢係4445嗰啲年份啦。其實就係咯，都係40年代咧。系都系40年代嘅吓，30年代冇嘅。系30年代嗰时就系300A， 300B 系40年代嘅产物，西电发明嘅系咪啊？系西电。咁而家五支王牌换晒啦，我哋将会试下佢出嚟嘅效果。系，使自己交学费啊嘛。而家 take four， 五支胆换晒啦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，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，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浮现在我的脑海，那缓缓飘落的小雨，不停地打在我窗，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，是谁在撩动琴弦？